呢世最值得骄傲嘅，有咗你哋三个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你想一脚踢开我，自己掌管皓月系咪啊？但如果我唔系咁做，我就冇机会。利益作祟，姊妹反目。你个大家姐啊，已经吩咐咗出边嗰班伙计可以帮你噶啦。要扭转呢个局面，就加多个董事。二表妹一定有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。你冇再得寸进尺。内忧外患接踵而嚟。我只不过怪我自己当初同一个冇感情嘅人结婚。你一次又一次背住公司同人做海底交易，你咁算系咩意思？我只系想攞翻我自己应得嘅嘢。掌上明珠，星期一至五 ，Astro On Demand 剧集首映。要签购，请拨呢个电话。精彩花絮，请锁定频道302。